女星穿婚纱美死，陈妍希小清新，范爷有魅力，赵丽颖最霸气。今年过年回家，一个常提到的话题就是你什么时间结婚？心中在想，吴哥不是还没找到女朋友吗？我们急什么？话说娱乐圈这么多漂亮的女明星，穿起婚纱一个比一个可爱。阳光的味道，这个有点像摆拍哈。陈妍希害羞笑清新，幸福的味道就是好。虽然李小璐事件一直让网友们很不开心，不过李小璐穿起婚纱也是蛮漂亮的，希望她珍惜自己的婚姻，也珍惜自己。云想衣裳，花想容。你看出这是谁吗？估计有一部分人猜不出来，可以留言哈，看谁猜得对。范冰冰不愧是范冰冰，有女王的气质。身材还是不错的哟。这才是最霸气的婚纱照，赵丽颖厉害了。你喜欢哪种类型的女明星婚纱照呢？